Testing， 大家主日平安。我们开始敬拜之前，先请大家一起安静我们的心，准备我们的心来祷告，预备敬拜我们的神。今天宣召经文是出于诗篇第九十篇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感谢神的话。兄弟姐妹好，感谢有我们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在这里，在我们心中，让每天的日子都过得好，过得美。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他，站立。
康的身体，还可以站在这里荣耀他、赞美他。让我们用我们的心、我们的口，充满能力的歌颂他。Yeah.
我真的感觉到天天我的身体在衰退，但是我们的灵，我的灵是一路的成长，直到我要见主的那一天。所以生命还是何等的美，何等的恩典啊！我们要感谢主，每天他给我们的快乐、爱、恩典。奇异恩典，何等甘甜！站立，一起献上祷告。身体不适的可以坐下。我们慈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福分，直到永远。主啊，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你配得我们一切的颂赞，一切的高举，一切的荣耀和尊贵。主啊，感谢你，你从创立世界以前，你就爱我们，拣选我们，使我们可以成为上帝蒙恩回天家的儿女。我们天天能够享受在主里的温暖和保守，还有圣灵的交通以带领。无论我们在哪里做什么，我们的坐下起立，你都与我们同在，因为你就是那一位以马内利的真神。主，我们特别的为你加重事情来代祷，特别为梁牧师他的身体向你来代求，主，求你特别的怜悯，因为他现在他的病况求你特别的你的恩手来扶持他，扶持他的家人，在这个艰难的时段有你的平安，有你的智慧和你的安慰与他们同在，也安慰主你的教会，
让我们能够继续的与你同行，同奔天路。主，你也为我们教会中有病痛的弟兄姐妹来带祷，身体不适的在痛苦中，主啊，求你特别的，你的慈身爱手牵引着他们，扶持着他们，与他们同在。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明天就是美国的纪念日，我们再一次为这么多爱国，愿意为这个国家，为这个光明的灯塔献上自己的生命的这些军人们奉上感谢。主啊，求你亲自的赐福他们的家庭，安慰他们，安慰这个国家。主啊，使这个国家能再一次回到你的话语，回到圣经为根基，重新再一次能够讨你心喜悦，改邪归正。主啊，求你怜悯，求你亲自的来带领。主，我们要敬拜你，因为你是我们四维的盾牌，你也是我们的荣耀，又是那一位叫我们抬起头来的。我们躺下睡觉，我们醒着行走，你都保佑看顾我们。我们要时时刻刻与你亲近，等候你，我们要全心向着你。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大家请坐，有请周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能再次来到神的家中，一同来敬拜神。也谢谢南区中大堂给兄弟这机会，能够再次跟大家来分享主的话语。时间过得很快，冬天和春天都可以说已经过去了，因为在美国呢，一过 Memorial Day 夏天就开始了，那么寒冷的天气基本上已经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万里无云、风和日丽，甚至阳光酷热的日子。感谢主，让我们能再次来到神的面前，一同来聆听神的话语。今天呢，就按照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跟大家分享有关智慧这个话题。那我们过去呢，或者平常呢，我们都讲很多关于人的智慧，今天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谈一谈，讲到神的智慧。那兄弟呢，就选了罗马书十一章的一段经文，还有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一段经文，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两段经文，好吧？我们先读这个罗马书第十一章第33-36节，我们一起来念。深哉，神以丰富的智慧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再来念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2-25节。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律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羽啄，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律尼人，基督总是归神的能力。上帝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我们再次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这美好的天气，我们可以来到你的家中，一同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将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真理启示给我们。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要一同领受你的话语，求你圣灵亲自膏抹你仆人的口，能够将今天所要带出来的信息能够讲得清楚明白，让我们大家都能从中的帮助的建立。求你垂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罗马书呢，是保罗他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讲论神救恩的一篇书信。那么说到福音是基督在降世以前呢所隐藏的一个奥秘，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里也说到，即便神所做的事情，例如基督他必须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呢，在人看来为愚拙的，可是这件事情呢，对我们蒙召的人呢，却是神的极大的智慧。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从三方面一起来思想有关神的智慧这篇信息。第一段呢，我们看到神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罗马书十一章33-34节那里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什么叫知识，什么叫智慧？很多人把这两件事情混淆不清。其实知识和智慧之间呢是有区别的。所谓知识呢，就是我们对人事物的认知，所谓智慧呢，就是知识的善用。所以呢，一个有知识的人呢，他不一定有智慧，但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一定是有知识的。那宇宙间呢，人或动物没有比神更有智慧的。神所做的任何一件事都是他最有智慧的行动。那这一切呢，都是神在我们人生中最也是在他的智慧中，在我们的人生中做最有智慧的安排。那如果神是全然有智慧的，那我们可以全心全意的来信靠他，因为他会用最好的方法在我们人生中呢做最好的安排。 A.W. Tozer 他是一位20世纪上叶美国一位知名的牧师、作家、杂志的编辑，还有属灵的导师。那么他呢分别从 Wheaton College 还有 Houghton College 获得荣誉博士学位。那么在他所写的这一本书呢，就是刚才给你们看到的 The Wisdom of God， 他就指出所谓智慧也就是能设立完美的目标并以完美的方法来达成。他从事情的结尾来看事情的开头或起头，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的猜测或假想。智慧呢，聚焦于每一件事以及他对其他所有事情的观点，因而得以无误的而且精准的达成所预定的目标。那如果你们喜欢看他的英文所写的话，他说 Wisdom is the ability to devise perfect ends and to achieve those ends by the most perfect means. It sees the end from the beginning, so there can be no need to guess or conjecture. Wisdom sees everything in focus, each in relation to all, and is thus able to workToward predestined goals with flawless precision. 好多时候我们缺乏智慧是因为我们缺乏知识。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一个人必须要有知识他才能够有智慧，因为智慧呢基本上就是知识的善用。那么但是呢也有一些好多时候我们没有智慧是因为我们没有在神面前存一颗敬畏他的心。那不管怎样我们都需要从神那里得到他所给我们的智慧，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我们的智慧也有限。唯有神是全知的，英文叫 all knowing， 唯有神是全然有智慧的，或是 all wise。 因此呢，在他没有愚拙的事，而是我们的头脑无法理解他向我们所要启示的这些真理的奥秘。所以呢，我们应该在神面前从一个敬畏他的心。真的，如果我们真去想关于神的智慧的话，我们将会像第33节那里所说的，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另外，以赛亚书第55章第8节、第9节那里也有一段话，我想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那你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宇宙间呢，实在有太多的事物是超乎我们所能理解或想象的哈。奥古斯丁呢，他曾经有一天在奥古斯丁是这个教会初期教会早期教会一个非常知名的教父哈 ，Church Father。有一天呢，他在海边散步，突然遇见一个小男孩，他呢在海滩上挖了一个小坑，之后呢手里拿着一个小水桶，跑到海边去，把海里的水拿了一桶，就倒在那个坑里面。他就这样反反复复的不停的在做哈。那奥古斯丁就问他说：“小朋友，请问你在干什么？”那小男孩很天真的说：“我想用海里的水来填满这个坑。”那么奥古斯丁他心里想：这孩子不晓得海洋有多大，海水有多少。这就让我们看到我们人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渺小。我们这也让我们想起大卫在诗篇第八篇那里所说的：“我观看你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请问宇宙到底有多大？到目前为止，人类还不能确定这宇宙到底有多大。有一些天文学家甚至说，这宇宙其实还在不断的扩大。哇，这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事情哈！宇宙已经大到我们人没有办法去测量，可是甚至有这么一位天文学家说，其实这个宇宙还不断的扩大，意思是说到现在为止，在宇宙间呢还会产生一些星球、一些银河等等。哇，这是真是我们头脑没办法想象的。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人类永远不会测量这宇宙到底有多大，就好像地上的人口一样，以前从多少亿变成几十亿，现在是已经到了80亿了，你看，而且地球的人口不断的在增加哈。如果我们用这个比方来描述刚才那一位天文学家所说的，其实这宇宙还不断的在扩大，那真的我们这小小的头脑，我们没有办法去领会这宇宙到底有多大。但这些事情呢，我们是没有办法确定，只是说有人这样说，我觉得他这样说呢也有他的一点道理哈。那人类如果把无限大的神的智慧装在自己小小的脑袋里呢，根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神的智慧既然如此浩瀚，那我们怎么能够明白他为人类所做的事呢？可见人真的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神在我们人类身上所做的事，因为神所做的许多事对于我们来说呢简直是不可理喻。 It doesn't make sense。 就拿这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拯救世人这件事情呢，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情。尽管人的智慧有多大，他和神的智慧是无与伦比的。就像哥林多前书1章21节那里说的，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人类不但不能完全领会神的智慧，而且还常以为愚拙，这是我们所要讲的第二点。在哥林多前书1章25节那里说，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有不少的责备，我想我们对圣经都非常的熟悉，特别是哥林多前书，我们常常引用哥林多前书里面的经文，整本哥林多前书都是保罗在纠正哥林多教会许多的弊病。他也在那一卷书里面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有很多的责备，
首先是因为他们以为自己 很聪明，很有智慧，他们没有把保罗向他们所传的十字架的道理看在眼里。为此保罗在第一章第七节一章十七节那里为自己辩护说，基督差遣我远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很多都是外邦人， 是一般希腊人，可能也有一些罗马人，但希腊人呢，他们常常以智慧来 以智慧 自居。因为如果我们去研究西方哲学的话，我们发现很多的这些哲学思想都起源于当年希腊的一些哲学家他们所发挥的思想。所以呢，很多人说其实希腊呢，希腊文化是先进西方文化的摇篮，所以呢一般希腊人他们都觉得自己很有智慧。那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希腊人的信徒们他们也不例外，他们以为自己很聪明，所以他们看不起保罗所传的十字架的道理。所以呢保罗就为自己辩护，我不是用人的智慧的言语，乃是靠着神的大能，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很多人就像这些希利尼人一样，他们常自以为很聪明很有智慧，甚至比神还更有智慧，他们认为神的话语和诫命是相对的，是不是绝对的，是值得怀疑的。就像当年亚当夏娃，他们虽然神告诉他们说园中的果子你们随意可以吃，但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可是后来他们 听了魔鬼的话，他们对神的话就产生怀疑，结果他们真的就吃了。那他们吃了以后有什么样的结果可想而知了。还有所罗门王是以色列历史上最有智慧的王，他聪明到一个地步，以为神的诫命是可以违背，是可以妥协的。其实摩西在他写的律法书里面都已经讲明了，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不能跟外邦人通婚。可是呢所罗门王他因为非常的好色，为自己娶了许多外邦女子为妻，结果他被这些外邦女子所迷惑，转去侍奉外邦神。于是神将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其中的十个支派就交给耶罗伯安，只留下两个支派给大卫的后裔。要不是神当初答应或者应许大卫要使他的后裔世世代代坐在王位上的话，那神很可能就早就把另外两个支派也给了大卫家以外的人了。这些都给我们看到，人常以为自己有很大的智慧，甚至把神的智慧当作愚拙。可是呢，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这是因为神是全知的 ，all knowing， 他也是全然有智慧的，他是 all wise 的一位神。人的智慧，还有人的知识和智慧永远有限，因此呢。我们永远不能与神相比。美国一位前国防部长 Donald Rumsfeld 他曾经说，宇宙间有一些我们知道已经知道的事，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事，还有呢一些我们知道我们有所不知道的事，另外呢还有我们不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哎呀，讲了这句话你们可能头脑都乱了其实他讲的话非常有深度，如果你们看英文的话也许你们会更明白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英文怎么说呢？他说 There are no knowns things that we know and there are known unknownsthings we do not know, but there are also unknown unknowns. The ones we don't know, we don't know.
真的，我想他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啊！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人不管知道的多少，还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既然如此，我们的智慧也是非常的有限，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所以呢，我们所做的判断常常是错误的。我举个例子，圣经里面的一个例子哈，以斯帖记里面就讲到一个亚甲人，哈曼，我想这故事你们都熟得不得了啊。哈曼呢，他是当时亚哈随鲁王一个怎么说亲信的大臣哈，因为他是亚甲人，所以他呢始终跟犹太人为敌哈，所以呢，有一次当他看到摩迪改，他知道摩迪改是犹太人，摩迪改他拒绝在他面前跪下哈，因为他非常的这个哈曼呢，他自我膨胀哈，他觉得自己太伟大了，所以每个人他起码在外面起码的话，每个人都要跪下来哈。可是摩迪改他就不跪下来，因为他知道摩迪改知道唯有神他才配得我们的敬拜，配得我们的跪拜哈。所以呢，他就不在哈曼面前跪下。因此呢，这个哈曼心里气得不得了，他不但要除掉这个摩迪改，他还要除掉全国波斯国所有的犹太人。所以呢，他就设了计谋，而且把这个计谋呢就呈现给亚哈随鲁王。那亚哈随鲁王那时候他也糊里糊涂不知道，他就接纳了这个哈曼的建议哈。那么当然这个哈曼他是非常聪明的人，他也以为他是非常有智慧的人，他想他的计谋一定会实现的哈。所以呢，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呢，他就在自己家的后院子他就立了一个木架啊，你们还记得这件事情吗？好吧，那么他以为事情一定会很顺利的，这样就发生了。可是他有太多事情不知道。第一，他不知道王后以色列他是犹太人呢。那么，因为呢那时候当这个王要选那个王后的时候，他这个摩迪改呢，摩迪改是以斯帖的堂兄哈，那同时也是以斯帖的怎么说呢，做他的养父哈，因为以斯帖他都没有，他那时候都没有父母了。但不管怎样，那时候摩迪改就再三的叮嘱以斯帖不可以把自己犹太人的身份揭露啊，所以呢除了他们两个人以外，可能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以斯帖原来是犹太人。那当摩迪改知道哈曼他设了这个计谋，要把波斯全国的犹太人都除灭的时候，他就马上托人去告诉以斯帖，要为这件事情禁食祷告，求上帝在这危难的时刻中施行拯救。好，事情的经过长话短说，那么哈曼呢，他就以为说他的计谋一定会成就，可是没想到。这个当以斯帖他胆敢去见亚哈随鲁王的时候，告诉他说国中有一个人想要把全国的犹太人都杀灭的时候，亚哈随鲁王他就非常非常的愤怒，他就问说到底是谁呀？那正好哈曼就在他们中间哈。那么以斯帖就当场就指着就是这个哈曼，所以呢这个王就非常非常的愤怒，他就下令把这个哈曼抓起来。那么后来这个圣经也提到关于摩迪改的事情，摩迪改他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哈，可是呢他是一个非常忠心于王的人，他曾经在一个时候他阻止了恶人要去谋害这个王。这件事情记载他们的朝廷的历史的记载中。那么有一天那个王呢，他就看了以后原来这摩迪改虽然他是犹太人，可是他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保护这个波斯王的。所以呢当这个后来人家告诉他说哈曼他在自己家的后院子立了木架要把摩迪改挂在旗上的时候，王就下令说不但要抓住他，而且要把他挂在他自己所立的木架上。
哎呀，从整个事情来看，就让我们晓得人的知识、人的智慧有多大。人的知识和智慧总是有限的，因为真的有许多我们不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就像哈曼一样。因此呢，我们都应该要存一颗谦卑的心，在神面前好好的向神求智慧，而且照着神的旨意和神的引导来行事为人。所以呢，我们不要自以为聪明哈，我们要求神，我们要谦卑在神面前，求神给我们智慧，并且照着神的旨意和诫命去行。那人类所以不能，之所以不能与神相比啊，因为神是造物的主，而我们人类呢，只是受造之物。这是我们所要讲的第三点了。神他是万有之源与本。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五、三十六节那里说：“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哈。因为好多时候我们人把自己抬得太高了，我们把自己看得比神还要大哈。其实圣经呢就提醒我们说，我们人不管有多伟大，我们在神眼中还是那么的微小，因为神是造物主，我们是被造之物，一切都是本于他，归于依靠他，这个归于他。如果没有神的话，那什么也就都没有了，对不对？因此呢，我们人在神的眼中真的算不得什么。我们必须把人，我们必须把神和人的这个定位搞清楚。神永远在人的上面，神永远在人前面，我们人是在神的下面，我们人是在神的后面。人不可高抬自己，也不可夺取神的荣耀，人不可破坏这上下和先后的秩序，人更不可也不能取代神的位置。神的智慧不但借旧约圣经的书卷，特别是箴言启示给我们，神的智慧也透过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向我们这般蒙召的人显明了。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那里说的：“当你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神救恩的真理，好像刚才提过了，是古人所无法想象的啊，也是现代人不认识的人所无法理解的，因为它不合人的逻辑哈，不合人的理智。譬如全能的神，他怎么能够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一个童女玛利亚，她怎么会怀孕生子？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死怎么会拯救人脱离罪的捆绑？可是这一切都是真的，都已经成就了。这过去两千年来都在许多人的生命中成就这件事情。所以像保罗在临前一章二十三、二十四节那里说的：“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是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蒙召的人，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真的，就像刚才我说的，古今中外，在过去这两千年来，不知道有多少人，他们因为他们受圣灵的感动，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彻底被改变了。原来是无恶不作的人，可是信了耶稣以后却成为立志为善的人。我相信我们自己都有很多这种生命改变的见证，我们也在媒体上、在书本上都看到许多的人，他们本来是犯罪作恶的，可是信了耶稣以后整个人都被改变了。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以前是怎样，如今
还是这样。最近我在媒体上看到一则新闻，讲到在伊朗，中东的伊朗，目前有好多人都纷纷信了主了。我为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惊讶，因为我以前都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会发生的，因为伊朗是一个非常保守，也非常怎么说呢？专制的一个回教国家哈。那政府呢也用铁手腕来强迫他们的百姓要信回教。哪知当人们因为圣灵的感动，他打开心门的时候，接受福音的时候，他们都不顾一切的来信耶稣，因为他们找到了神向我们所启示的真理，他们找到了神为我们人类所预备的救主耶稣基督。一夜之间，伊朗的基督徒人数迅速的增长，我们的神真是太奇妙了。回到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五、三十六节那里说的，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我们必须认定神在宇宙的定位，换言之，神是万有的来源，是万物也必须依靠他才能生存和运作的，而且万有也将要归于他。因此我们必须在神面前谦卑自己，也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像箴言第三章第五节那里说的，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道路。但愿神接着今天的信息再次提醒我们，尽管我们学问有多大，尽管我们智慧有多大，我们的学问和智慧都是有限的，我们都会有不知道许多不知道的事情，我们也会因为靠自己的聪明而做出一些错误的抉择。让我们学习在神面前谦卑，时常在他面前求问，领受他的教导，叫我们少犯一些错误，少受一些痛苦，让我们凡事尊主伟大，存敬畏的心，遵守他的诫命，随从他的引导。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了我们。从保罗在罗马书和哥林多前书所写的这两段话，再次给我们看到你的智慧是无限大的，而我们的知识和智慧是那么的有限。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自以为聪明，而是能在你面前存敬畏你的心，做谦卑的人，而且也在你面前学习如何聆听你的话语，求问你的旨意，让我们晓得在这世上当如何行，当如何走我们人生的道路。求你垂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大家一起起立，唱三一颂，将荣耀归于神。我们低头领受祝福，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我们众人，又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阿们。大家请坐。再次谢谢钟牧师今天的证道。好，若您是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希望能够欢迎您，再次欢迎大家来我们的教会一起敬拜我们的神。首先有新朋友刘
清秋还是留春秋？请您介绍一下好吗？大家好，我叫刘春秋，春天的春，秋天的秋。然后今天第一次来到这个教会，我是基督徒，然后是2016年受洗的，很高兴认识大家。欢迎你来。好，左手边还有新朋友吗？请您介绍一下。哦，不是新朋友，这是老朋友。我们是19年以前从这里一家搬到印第安纳，那感谢神，将近20年以后又搬回来了。原来是年轻哦，现在回来已经头发白了，但是很高兴看到这么多家人回到自己家，真好，谢谢主。欢迎你们回家。谢谢。好，还有其他的新朋友、旧朋友吗？没有的话，那我们有些报告事项。对，6月10号有弟兄姐妹会联合聚会，是周六上午9点到12点，在事工中心，会提供早餐，然后是江秀圈博士会这个会有讲义，希望大家可以参与。联络人是叶弟兄，叶弟兄哈，来跟他都很熟悉。好，再来下面是夏天联合聚会，然后是6月25号，还有这个礼拜四的星期第四个星期天，然后户外主日崇拜，然后还有8月26号有这个外面的烧烤，星期六，希望大家可以参与。好，再来一个是，好，没有其他报告，那今天的主日崇拜就到此要结束，我们大家一起默祷以后彼此问安。